要，爸爸从香港来台湾了，除了体验台湾食物以外，当然也要让他。爸，上车吧，来体验一下台湾交通的速度与激情吧。救命啊，略老啊，我儿子要飙车啦。住口啊。老爸，我们来救你了，我们澎湖好行公车又大又舒服，上去就能走遍各大澎湖景点，还附送专业导游哦。澎湖就是那个台湾很漂亮的离岛吗？我想去耶。等等，我才是这个频道的主角。没错，坐我们的车你就不用坐你女儿的车了。等等，听我说话。好，我们就去澎湖吧。就这样，我们坐飞机来到澎湖了。Day One，跟导游和团友一起畅游澎湖湖西线景点。第一站，南寮社区。南寮居民较早移居他乡创业谋生，留出了很多旧居部落建筑，能让我们透过海沙炒花生、夜鸡母狗等活动，体验在地农村生活的感觉。看，这个就是鸡母狗。以前澎湖人生活贫困，很少吃肉，所以会用米脆做成家禽的模样，在冬至拜祭，祈求来年丰收。哇，怎么样都弄不好哎！阿妈，要怎么样像你一样漂亮啦？这就简单啦，只要把它搓成一颗球，像人面树形状，再加一点小细节。你看，完成了！这根本就是变魔术吧？哇，查理爸爸练得好棒哦！可恶，我也不能输。你看，这是我家猫咪碎蛋。你真系靠挖土揾食噶！真好的鸡母狗，软 Q 香甜又好吃，但我以后都不敢再做手工了。下一站，果叶会窑。果叶会窑位于湖西乡果叶村东南方海边，建筑远观就像城堡一样，是目前澎湖仅存的石灰窑遗迹。为什么澎湖的墙壁都那么像生蚝啊？我看倒是觉得像绿豆糕。你们不是刚吃饱吗？这其实是珊瑚礁石灰岩，澎湖人会把珊瑚礁碎片烧制后变成石灰，再拿来当建材，后来都被空心砖取代了。妈，你的 Nokia 借我，我下窗看里面有没有煮熟的生蚝。来，喂，听我说话。下一站，龙门避所阵地。龙门避所阵地是以前军事据点，在日据时期建造，进去可以参观保存下来的机枪堡、兵器室、弹药库等等。因为主道狭窄又有斜坡，我爸就在车上休息了。阿宅，我得没了当兵就准备了。跟你说多少次我是女生了。经过昏暗的走廊后，我们看到了二战期间的军用望远镜。这东西要怎么看呢？这些都是老古董了，他光是还站着就万幸了。不过啊，看见这个东西真的让人想起以前当兵时候的时光呢。注意，洞管要动，部队人集合场，全副武装集合。哇，别这样吓人，我不要再想起那段回忆了。哇，台湾的男生当兵真的辛苦了， respect。 第一天晚上，热心的澎湖人邀请我们一起吃晚饭。天哪，这很像小螺吗？超好吃的耶。海鲜也好好吃哦。澎湖的海鲜很新鲜吧？住在澎湖以后，蟹脚、武士等藏鱼都觉得腥味很重呢。请问这个蟹钳要怎么开啊？我来帮你吧。来，可以吃喽。这就是澎湖人吗？吃完饭我们就回饭店休息。爸，台湾的朋友叫我带来些港式肠粉。诶，玩了一整天，一定很累了吧？睡觉的时候就像小孩子，真可爱呢。但我没说过。第二天，我们今天去的是澎湖北环线景点。第一站，通梁古榕。通梁古榕的树龄已达300多年，绿叶繁盛茂密，展现出坚韧的生命力。而且这里的仙人掌冰很好吃，嘿嘿。哇，这里也太壮观了吧！传说300多年前有贸易船在这里遇难沉没，剩下一株树苗飘到岸边，村民把它捡起来栽种，结果就变成了今天的模样。怎么从刚才起对白就跟画面搭不上了？我叫帮你爸拍完美照咩？他不是 YouTuber 吗？结果我爸在这里拍了超多的完美照。接下来我们坐车经过跨海大桥，来到了下一站渔翁岛灯塔。渔翁岛灯塔出现于西元1778年八卦形灯塔，1875年改建成近代造型，迄今塔上每夜点燃灯火，并配备散座铸铁雾炮，提醒经过渔船，成为台湾沿海渔船引航的重要标的。哇，澎湖的天空真的好蓝哦，就像把饱和度拉到最高一样。讲到蓝色，大家都会容易联想到悲伤的感觉吧？可是我想要让来澎湖的人都有美好的回忆，所以我每一次都会跟游客讲，不一定等于忧郁，我们澎湖的蓝是让人开蓝心情好的澎湖蓝哦。看见导游一脸阳光快乐，让人不禁觉得好热。你喜欢的车啊？赶快躲到车上的我们，来到了下一个景点——大果叶玄武岩柱。在日治时期，为了海上交通，挖取石块泥土建造码头的时候，意外发现的地方。这些沉睡千年的柱状玄武岩真的非常壮观。爸，
你都老太好喘噶，你 O 唔 OK 啊？哼，我太凶哦，喊呐！哼哼，看来老人家都喜欢赌气呢。呵呵，我每天都走一万步嘞！哇，好厉害哦！我快死了，不过能看见这么多野生沙威玛，真的不枉此行啊！是岩组啦，在下一站小门金鱼洞。金鱼洞原为柱状玄武岩体组成的突出海崖，外形神似一头座头鲸，因为长期受到海浪侵蚀而形成海蚀洞，因此整个海崖被称为金鱼洞。地上圆圆的是什么啊？爸，你有所不知了，澎湖的鸡蛋是从地上长出来的，就像台南的沙滩是糖粉做成的一样。喂，不要乱说，这现象我们叫石头生蛋，因为在海旁，空气中的盐巴吹进去石头后，就会变得脆弱，然后就可以像这样一片一片剥落下来的哦。这样看起来好像某种东西啊，是碳化书。你妈脑子只有吃的吗？最后我们到二坎聚落吃生鱼片、豆花、小卷、杏仁茶作为行程的结尾。查理，澎湖县政府的人说想要找你聊天可以吗？哦，好的。政府的人啊，感觉困严肃呢。查理，我是台湾好行程办人，这个是送你的伴手礼哦，是澎湖有名的黑糖糕、咸饼和海苔酥哦。哎，等一下，这站能当明星的脸是怎么回事？澎湖女生也太正了吧！这一次很高兴能跟你合作哦。啊，我会加油的。谢谢你们的邀请，我跟我爸爸玩得很开心呢。那你最近有吃酸菜豆吗？我才不喜欢这种东西呢。晚上我们到机场准备离开。爸，你睇紧啲咩啊？我睇紧呢度又影嘅相啊。当初你一个人去台湾，老豆成日担心你冇朋友冇工作，而家睇嚟大家都对你好好，你都事业有成，爸爸就放心啦。爸，我会将自己照顾得好好嘅，唔使担心啊，你都一定要好好保重身体啊。真希望爸爸能一直健康下去，下一次再带你来台湾玩。隔天结果老爸回港后，我就告诉感冒躺在床上动弹不得，然后我爸传了一张跟朋友欢乐开趴吃饭的照片给我。一起来澎湖轻松玩吧，只要坐上澎湖好行公车，就能带你直达不同景点，还有导游专业幽默的解说。澎湖好行分为妈公北环线、妈公湖西线，想要深度旅游或是吃喝玩乐都任君选择，车票价以上各大通路都有售，现在购买之后直到2024年6月30号都能使用。一起到澎湖吃海鲜看古迹吧。